有一万多游客乘船游览了漓江，已接近最佳日接待量。宾馆饭店出租率超过了85%。苏州的短线游客数量继续攀升，全天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，景区景点游人如织，到处呈现出旅游过大年的繁荣景象。如潮的游人给上海带来了巨大商机，南京路、淮海路、四川北路、南京西路四条主要商业街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%左右。 而在深圳，各景点也是同样热闹。欢乐谷从大年初一到昨天，旅游收入已经超过了去年春节7天的总和。这是中央台报道的。孙老师由浙江到贵州支教已经3个年头了。今年春节假期，他放弃回家探亲的机会，每天走10几里山路，挨家挨户的走访从外地打工归来的学生家长。孙老师去找的第一个学生是一个叫吴琼的女孩子。 吴琼上学期突发肝腹水，就是孙老师背他上的医院，还自己掏钱为他治好了病。现在吴琼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但是由于家里困难，他告诉孙老师下学期不想上学了。身体嘛，你要多注意点，尽量不要让他多注意点，就是，嗯，啊，就是跟，只要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吃的方面要多注意点。我可能家里面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。 我不知道在初中毕业都去打工了，去读高中啊，去考大学，然后都想着走，很早很早的。孙老师是3年前从宁波来到贵州支教的，刚来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外乡人，但是和学生们相处3年之后，这些山里的孩子越来越让他牵肠挂肚。今年春节他没有回家，就是为了下一个学期自己班上不少一个学生。 那因为他们这里许多的家长都打出去打工，那这段时间才回来。因为这个情况，就是许多学生都面临着辍学。那么这个问题必须要找他们的家长才能解决。所以呢，我也必须等到这个时候，等他们家长回来跟他们家长讲，来让他们的孩子重返校园。他不但给我们解决了这个教学上，哎，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方法，而且给我们连续帮助学生呢动员这个入学。 因为我们这地方呢，由于这个观念啊，部分家长啊观念比较落后，对女生呢入学呢，她不当就是说不重视学。经过他来之后啊，走向川菜的动员之后啊，很大的帮助。孙老师的这个春节每天都很忙，像吴琼这样的家庭，他每天都要走两三家。虽然不能和父母亲一起过年，但是他的心里还是暖洋洋的，因为他去的每一个家庭都把他当成了家里人。 过年，对，我过完年之后回来，过完年之后回来。这是中央台和贵州台报道的。羊年新春，许多地方的农民朋友学科技、忙充电，过了一个充实的科技年。湖北南漳县九集镇马家洲村的科技文化书屋里的读者，这几天比平时还多，许多村民放弃走亲访友，打牌娱乐，来到小书屋学习实用技术，了解科技信息。 今年58岁的村民张文国刚来就捧上一本农民文摘，看得特别认真。来科技文化书屋的年轻人更多，他们一来就围到电脑前学习电脑操作，尝试上网阅读。小书屋成了村民们学科技、用科技的主阵地。在整个襄樊市，像马家洲村这样的科技文化屋有1000多个，春节里读者络绎不绝，农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“致富加油站”。 在陕西志丹县永宁镇，过年这几天，几个养羊户请来回家探亲的农校学生，为大家传授科学养羊知识。在邻近的顺宁镇宝娃沟村，村民们则聚在一起观看关于大棚蔬菜管理的科技录像，边看边议，好不热闹。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。 连日来，各地独特的中国年风情和优美的风景名胜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游客。入境游在中国年里掀起了热潮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海口的秀英码头，我身后正在缓缓靠岸的呢是巴拿马籍的新奥德赛号游轮，他满载着来自15个国家的750名游客，他们将在美丽的椰岛海南感受中国人的春节，同时呢，这也是海南省历史上迎来人数最多的欧美旅游团队。 不仅在温暖如春的海南，
在比国冰城哈尔滨，在新疆，冰雪世界里的中国年也让外国游客流连忘返。在桂林乐满地主题公园，外国游客入乡随俗，也来学着拜个中国年。杨淑珍啊，谢谢谢谢，欢迎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你好中国，恭喜发财，你好中国。全球生态500家之一的浙江宁波藤头村迎来了来自6个国家的16位外国朋友，他们与当地的老百姓一起欢度新年。在生态园里摘上一篮鲜嫩的草莓，兴高采烈的大快朵颐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在一旁，这几位游客对农家的水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纷纷要上去体验一把。中国对我们每一个没有来过的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，中国古老的文明对我有很大的诱惑。在我来中国之前，已经了解到中国是最安全的一个旅游胜地，所以我根本就不担心安全问题，这也是我选择来中国旅游的最重要的原因。外国游客说，他们在中国的日子里可以轻松购物，可以悠闲的游览，一切都非常友好。良好的旅游环境不仅吸引着大批的国外游客，越来越多的外商也瞄准了中国旅游市场潜在的巨大商机。葡萄牙人彭雷从1997年开始就在三亚经营一家5星级酒店。我们做旅游这一行的，对一个国家的旅游环境治安非常看重。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已经6年了，一切都非常好，中国真是美妙极了。中国正以良好的形象吸引着8方来客。我很愿意回去以后让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再到中国来旅游。这是中央台报道的。去年11月20号出发的中国第19次南极科考队，目前在南极已经生活了半个多月。春节期间，科考队的冰架钻探队仍在抓紧时间向300米深的冰架钻探冲刺。此时，冰架钻探已经达到186米深度。由于冰架下面的冰层越来越硬，钻头在钻探的过程中磨损非常严重。冰川学家李院生和他的冰架钻探队不得不每钻探6-7分钟。尽管测量时海面的风力已达到8级，但科研人员还是克服重重困难，采取定向测量等一系列技术，确保了测量船与神舟4号流轨舱运行方向保持一致。在飞船流轨舱经过南海观测点上空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，